林月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觉得我失去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损失。你别急，我给你时间让你自己慢慢说，好吧？接下来是王月的告白时间。林月，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，也谢谢你以前对我那么的好，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我知道你很恨我，恨我当初那么狠心的抛弃你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遭到报应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身边的酒肉朋友，还有那些因为钱才和我在一起的女人也都走光了，只剩下这辆单车了。这辆单车载满了咱们很多美好的回忆，真的我很珍惜它。